今日的三明治出炉。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做早餐，这是胡萝卜，切成丁儿，非常非常小的丁儿。再切一点点葱花。面包边儿切点，这样更软一点。鸡蛋打两个，鸡蛋黄装出来，把鸡蛋黄打了。这边再切一点火腿，切碎，提点沙拉，搁上火腿，搁上刚煎的鸡蛋，把这个面包片搁上，这边再搁蔬菜丁儿，把上面都搁上，沙拉，在刚冰箱里拿了一片，搁上，好了，现在放入烤箱。烘焙170度，10分钟，15分钟吧。今日的三明治出炉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拜拜。